那你我怕我说出来你们那么激动，现在芬姐是怕说出来都昏过去了。说出来你们要吓我。没事，更应该搭配一下。是不是有点轻松的吧？凤凰话。凤凰话。你看，我没错嘛。凤凰话。我想回到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哇，跟我那个时候的我说，在你生命里面有两件大事情都会过去的，要记住，从那个时候拍拖的那些都不是你真爱。然后等到两年后你就可以找到你最爱的人了，坚持住，做好自己吧。他都夸得太夸张了。